Thinkstack 一个高度可定制的链接共享平台，不支持中文，可以在一个站点上添加很多社交连接，方便访问。打开控制面板，创建任务计划。用户账户选 root， 任务名称随意填写，复制粘贴 Docker CI， 修改端口号。确定，运行任务，删除任务。查看容器是否创建完成。主机 IP 加端口号访问。显示安装页面，下一步。数据库默认即可。如果你需要 MRQL， 请提前创建好，个人使用默认即可。填写用户名密码以及用户名称。这些选项根据自己需求选择。设置完成后会显示页面效果图。修改访问地址路径，登录到后台。仪表板显示一些访问数据。配置里会有一些和页面安全相关的设置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是否开启。查看下当前效果图。添加个 BUI 的链接。输入标题和对应的个人主页链接，我示范就随意填写了。刷新一下页面，看一下效果，感兴趣可以部署体验下。